等你回来。 想陪他去，想，可现在不行。现在去了只会拖累他们。别担心，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的。 不会有意外发生。走，这长安城啊，每晚宵禁，要小心点。 觉得今晚的月光格外的清冷，我总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事情发生。你是亏心事做多了吧，关灵儿？大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大唐是我的国，我的家。 那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国，自己的家呢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，关灵儿？有些话我要问你，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小心！啊！ 是当年第一游侠，关大人，夏云仙，我今天跟你联手只是为了救灵儿，过了今日，你我再碰面，我照样拿你归案。二位，三更就要到了。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着火了，快去救我！快快快！快救火！快！ 最后确认一遍计划，方解把火是为了引开海东来住处的内卫。关大人，你要想办法把海东来引开。我和他一路去抵挡海东来，我尽他住处救灵儿。嗯，如果他留几个内卫在屋里怎么办？走一步是一步。 事到如今，见机行事。你背的是什么？这蛊是苏决想要的。既然海东来跟苏决是同盟，那他一定也想要这蛊。所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动神蛊。我知道，到了那儿，你自然会知道怎么用。关大人，时间紧迫。走。
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希望你能够想清楚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。啊，大人，附近有民居起火，金兆尹的人求我们帮忙救火。调虎离山了。什么？你们都去吧。去几个？全都去。那这边？只有我一个就够了。是。人数对吧？全走了，一个不剩，全都出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宅子里只剩海东来一个人。这未免也太顺利了。关长岭，想调走我的人，好，人都走了。你还等什么？出来吧！你们说会不会有埋伏？以他的脾气，不会。我对他太了解了。这样，我和夏云仙引走他，你进去救人，动手吧。好。还蒙了面，怕人认出来。有本事跟我来。有危险就逃。你也是，有危险用神骨。好，走。走得够远的了吧？还有一个，龙雀，夏云仙，我们还是在长安见面了。你应该去派人救关灵儿了吧？别担心，屋子里我一个人都没留。你知道这是调虎离山？当然。可是你还是追来了。因为我的真正目标是你呀，关大人。我一直等着你出手呢。让我算算，屠杀同僚，火烧民宅，关大人还有跟侵犯合作，这些罪名加在一起，就够你进大理寺了。想抓我？你有把握吗？小云仙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不怕死的话，长安见。看来你没听进去啊。
不错呀，再强一点，不要让我失望。 灵儿，灵儿，你没事吧？王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长话短说，我来救你。我爹他来了。是，他和夏大侠联手，把海东来引走了。他是故意的。海东来，他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抓住我爹。啊，别担心，他们两人联手，海东来未必斗得过。 还你，接着来。宇文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个怪物。看来我们没有退路了，。去哪儿啊？先送你回你爹住处。我爹和夏大侠呢？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先拖住海东来。他们在哪儿？我得去，他们不是海东来的对手。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？不行，我要过去帮他们。关灵儿，你爹和夏大侠拼死救你，这个时候你要回去再被抓，他们两个人冒险还有什么意义？可是……哎呀，没有什么可是，快走。 今天我们要死在这儿了，关长令。
夏云仙，老朋友了。不，我们不是朋友。我是内卫，你是钦犯，还不是一起并肩作战？聊够了没有？对，我们不聊了，等活下来再聊。我今天是活不下来了，这个怪物。找块布塞住自己的耳朵，快！尽量拖住他一会儿。用我的刀。该结束了。来，海东来，是跑了，后患无穷。好了，灵儿，安心等他们回来。夏大侠带了一件宝物，一定会逢凶化吉。宝物？回头你就知道了。伊莎罗姐姐和舞姬姐姐呢？啊，他们也在长安。那苏决呢？他想向大唐借兵，要杀回镖国。什么？他不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哎，我看错人了。我走了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儿，回头慢慢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王子殿下，今天晚上海东来跟我说了好多话，让我一直很困惑，你能帮我解开这些问题吗？先坐下，告诉我。